有人用这歌吗？身上还没听过呀。听。你见过吗？我没见过。新来的学生。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这个阶段还会有新生加入。当时就觉得挺意外的，因为我们是训练了那么久，然后也经过重重考核，其实有点不甘心。哦，我忘了往这边走了，我直接插过来了。我说怎么回事？哇！怎么说跟他们？我觉得先不要告诉他们吧。这歌真好听。哇哦！哇哦！哦哦！那个两位，当镜头靠近你的时候，你可以知道在这儿那个节目组让咱们俩去化妆间里面避一下是干嘛？嗯，终于知道了，不就是人家换个衣服吗？上个场吗？至于吗？嗨，真的是，万一我们看见了，我们觉得给更好的 idea 呢？说哇，夸一夸，哇，今天穿真帅，真漂亮。嗯，但是我肯定不会这么说的。准备三二一，抬头，好，笑一下，看那边。来者不简单啊，观看一下，都太有压力，没事。所以他们俩现在在演情景剧吗？哇，太赤裸裸了，这我天哪、哎！他们就只表演抬头吗？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特别棒。再试一次，来。加油！快听，加油！哎，好了，哎，这个抖音叫啥？正唱吗？没站住。贤惠，不会啊，瞎跳的。我觉得这个身上是粉西服就好看了，这个配个绿裤子，能不能在短时间内把他们舞蹈学会，然后我剖析他们。你知不知道我小队那次，才录了四遍，觉得你们 OK 了？不，我听你们在唱了好多遍，至少十遍。我们会好多加分。不。今天不知道节目卖的是什么，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？我以为哈、啊，最多看一眼节目，然后就放我们俩回去了。没想到我们是众多万万的间谍，哎，先打入对内部，怎么说敌人呢？就是我们未来的伙伴。回头，是你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水锅我可不接锅啊。